这些猴子需要这种鱼类蛋白质来补充它们在亚马逊大草原上贫乏的营养来源。在今天，黑猩猩也使用工具来帮助它们寻找食物。许多食物可以用小树枝从洞里挖出来，它们也可以把白蚁窝给掏出来，享用一顿多汁味美的昆虫大餐。这个技巧需要的不只是灵巧的手指，同时也需要高超的智慧。但是这种使用工具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母亲得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来操作。500万年后，这种灵巧使用工具的能力帮助了吠突猴制造精巧的捕鱼陷阱。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别的方式适应这儿的生活。这种动物叫做角背兽，一种啮齿类动物。角背兽的领域性相当强，当两只角背兽相遇，它们会扇动背上厚重的骨板，发出嘎嘎的声响来当作警示。声音大的显然占了优势，声音小的那个失败者则相当有风度的离去。角背兽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的适应能力非常强，现在将近40%的哺乳动物都是啮齿类，它们成功的适应了多种类型的生存环境。角背兽大概是从某种生活在南美洲的大型啮齿动物演化而来的，这种啮齿动物有可能就是灵鼠，它们随着演化移居到草原上，但在草原上它们将会碰到猎食者，但是灵鼠仍然能够想办法生存下来，而移居到草原的角背兽则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他们必须发展出某种防卫的方式，因此就发展出背上的骨板。在未来，角背兽不只是尺寸变大，他们也发展出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当角背兽蹲下身子时，他们身体边缘的长刺会扎到周围的地面上，长刺的底部肌肉是固定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撼动它。他们需要这层出乎平常的保护，是因为他们吃蛋，而且还不是吃普通的蛋，而是到猎猴鸟的巢里去偷吃那些巨大的蛋。为了安全起见，猎猴鸟的雌鸟们在一个共同的巢里下蛋，然后由雄鸟来孵。不过角背兽仍然能够找到并接近巢穴，尽管这些巢穴一直有守卫在守护着。就算是被猎猴鸟当场逮个正着，角背兽也不会害怕，它身上的坚硬鳞片总是让愤怒的猎猴鸟无可奈何。热带地区的夏季除了气温高，还总是会有强烈的暴风雨，有时这些暴风雨会为这片干枯的地表带来丰沛的雨水。到了夏天的尾声时，草会变得越来越干。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有一场暴风雨，大家都在等着暴风雨的来临，等着从温热的空气里解放出来。
不过这些暴风雨带来的并不总是雨水，更多的时候是火焰。猎猴鸟在火场的边缘觅食，追赶一切惊慌逃窜的动物。利用它们矫健的身手，猎猴鸟在起火之前就抢先逃离。被秃猴也施展他们敏捷的速度逃往另一个方向。火焰里没有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些来不及逃脱的猎猴鸟的尸体。不过有些动物对火一点办法也没有，像角背兽就根本没有逃离的机会。随着火焰的蔓延，似乎也等于宣布了角背兽的死刑。不过不用担心，角背兽的鳞片不仅仅可以防御猎猴鸟的攻击，也可以防火。只要火焰迅速往其他地方转移，角背兽就有办法存活。火焰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可怕，有些动物能够成功的在火灾之后存活，其他的甚至得以获益。色彩鲜艳又有智慧的猴子集体出动的巨大杀手鸟，配备有防火装甲的啮齿类动物，全部都生存在这片一度由亚马逊雨林所占据的广大的平原。草原上的生命和雨林中的生命很不一样，但是演化成功的塑造了新生命来适应这片崭新的大草原的环境。从广阔的草原一下来到这片荒凉寒冷的大沙漠，还真有点不适应。在这里呢，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些低矮的灌木丛，附近还有几棵弱不禁风的小树。这里常年刮着风沙，环境的恶劣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是哪儿呢？会有动物在这儿生活吗？500万年后，在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位置出现了一片极度荒凉的沙漠。但是对于在这儿生存的生物，炎热倒不是个问题，而是寒冷。这是一个冰河期的沙漠。奇异的动物靠着摄取稀少的植物为生，甚至互相猎食。这儿的水源极少，凛冽的寒风又不断地从北方的冰帽吹来。沙漠取代了堪萨斯州这个北美洲最肥沃的耕种地以及生物栖息地，但在未来的冰河时期，2公里高的冰层延伸到芝加哥的南端，把剩余的地区通通变成了又干又冷的土地。寒风以几百公里的时速吹拂着沙尘，在沙地上刻下痕迹。这是一对角背兽母子，而角背兽是少数能够生存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的动物之一。
地面上稀少的植物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庇护，角背兽母子只有顶着寒风继续前进，唯一能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身上的鳞片。在沙漠中这可是非常重要的，角背兽每天必须行走数公里来寻找食物，而大部分的食物都藏在地底下。像这些叫做地底鸟的动物便依赖于生存在地底来挨过严酷的沙漠环境，可是现在他们的世界遭到入侵了。角背兽其实不是要找地底鸟的麻烦，他们要的只是求根，在沙质土壤中生长的植物肥美多汁的根。球根能为饥饿的角背兽同时提供水和食物。它们是地球的生灵，来自远古大地。它们是地球的精灵，尽显生存绝技。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演出，一场场扣人心弦的竞技。生命之歌在这里荡漾，生命故事在这里演绎。科教频道暑期特别奉献动物秘籍，连续84天，每天3次为您播出，敬请关注。这些迷你的小沙堆吸引了饥肠辘辘的角背兽母子，他们丰富的搜索经验告诉他们，哪里有地底鸟，哪里就有球根可吃。因此，这里将会是个很好的挖掘场所。不过，角背兽的挖掘动作也吸引了某种动物的目光，那就是死神蝙蝠。这是一种巨大的肉食性蝙蝠，它们的双翼展开能达到1米左右的宽度。死神蝙蝠在日间飞行，在沙漠四处游荡，寻找任何美味的猎物，不论死活。不过它们并不是在注意角背兽。角背兽拼命地挖掘球根，使得一些不幸的地底鸟暴露在地面上。这些地底鸟连忙寻找掩护，而这正是死神蝙蝠等待已久的机会。